我要直接祈求妈祖婆继续来保庇咱台湾风调雨顺，咱国泰民安。最后，我嘛要祝福即届的活动会使圆满顺利，啊嘛祝咱所有的乡亲士大平安健康。蔡总统呢，待会呢就即将要来到我们的拱天宫，然后进行进教的仪式，然后会参拜。那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在这个欢迎总统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小英总统来咯。小英总统这个手上戴的是什么？他也戴了一个 Houdin 卡，他有报名。他有报名。有报名。他有报名才有啊。恭请总统进轿。去甲警官烧酒摸。行，三献香咧，一献香，再献香，三献香，恭请总统进轿。啊，来总统，请。大叫做做，动作较大无对。中天宫管理委员会全体在此，咱感谢总统莅临，向2024年中天宫天龙神庙往北港进香做进轿仪式完成。全体在向神轿行吉祥礼，吉祥。请主任委员咱中山总统，咱的纪念品。不好意思，大哥。谢谢。我们再后退两步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后退两步，我们后退两步，谢谢。好不好？后退两步，谢谢。来，来，看这里啊，看这里，你看这里。好，都马干妈妈做。谢谢，谢谢。昆龙超好，来，请看这里啊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先到外面，我们先到外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就去了，这个就是超跑了。好，先到那个。中秋拜。天佑自家下善心，小家人员多欢迎，县官安抚少心忧，府里落花是风光。中华民国1933年3月1日，岁数甲新年2月7、8日，南投中正宫献上寿庙。甲新年，我爸进香，喜庆典礼是六时吉日。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女士莅临参香祈福，以国贵宾、文武百官、立法委员、国营民意代表、
兼馆长以及中正宫主席委员洪文华、副主席委员林文君率领全体委员干事一同，向着天上圣庙连三遍一礼一礼，以求功德有顺。咱总统吼，每一年吼，在咱白沙屯宫天宫要去进香的时阵，都会来到咱家参拜。所以，咱今嘛来邀请咱的小英总统，我们最敬爱的小英总统，来跟我们说几句话。咱宫天宫，咱的洪文华，咱的主委，啊，咱的林佑昌副长，啊，钟东锦，咱的大家长、县长，还有我们好几位前内政部长，还有国策顾问。我们还有在地的民意代表，还有所有的贵宾，我们收武咱的乡亲士大，大家好。今日我是很欢喜来，会当来参加讲咱的白沙屯，咱的妈祖的进香、进香，啊，这嘛是咱台湾非常重要的大代志。每一年都有足多人来参加，今年差不多太多啊！注意咧，甲我讲有180,000人要来参加吼。咱这么多人要来做咱的妈祖的休灵卡啦吼，啊，我嘛是啦吼，拢是这届吼算是上多的一摆啦吼。啊，咱嘛看到咱有现场有一挂外国朋友啦吼，啊，甲咱做伙做老到老的啦吼。啊，咱的白沙屯，咱的妈祖进香是真正是影响世界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伫只我嘛要感谢咱的洪天公，咱的甲咱的山边妈祖，甲大家辛苦来举办这个活动，吼、哦！啊，尤其是咱的志工团，不管是咱的扛香蕉，还是直播，还是提供水，还是遮的物件。拢予大家感受到讲，咱台湾人的热情，这嘛是咱的进修活动上重要的一个精神啦吼。阿妈做婆来庇佑咱的台湾，啊，予咱的台湾人会使团结做伙吼。看到大家为着共同的信用做伙来斗三工，完成每一摆的活动，我感觉是非常的感动。啊，过去这几年，台湾面对足多的挑战，但是因为大家共同打拼，予咱的国家是搁较进步。啊，政府嘛会当推动政策，照顾人民，予咱的生活会使愈来愈好吼。啊，今仔日因嘛，咱就要对白沙屯的妈祖吼来出发。进行了吼，啊！我要伫只祈求妈祖婆继续来保庇咱台湾风调雨顺，咱国泰民安吼。最后，我嘛要祝福即届的活动会使圆满顺利，啊！嘛祝咱所有的乡亲士大平安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多谢大家，多谢。